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以爆料演艺圈各种绯闻公开举行过 YG 杨洋草 Big Bang Top Icon BI Monster X Wono Shono 演员于安颖，并且多次吸而出名的韩瑟颖，最近开设了 YouTube 频道，上传了预告影片，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他预告影片的内容。有不认识我的人吗？臭名远扬的我，大家都知道我是管种吧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每个人都是享受到关注。麻药，同性 YG， 要看的人就看，不想看的人就不要看。我过得很好。韩瑟颖频道的制作组对媒体表示，韩瑟颖对于频道非常有热情，想要公开所有事情，所以反而是制作组在调整尺度。目前已经拍好了6支影片。因为韩瑟颖真的是对媒体爆料也好，直播也好，说出了很多让 K-pop 粉丝们不愉快的话，所以知道他开设 YouTube 频道的 K-pop 粉丝们，大部分都是愤怒紧张。很多粉丝们都担心他又会爆料什么样的内容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。一想到他血就会倒流。idol 粉丝们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，也不会有人喜欢他吧？因为他一人犯的罪被爆料是很好，但是他也常说些不确定的事情，所以不太喜欢啊。现在连饭也能开频道赚钱了，是制作组也在吸吗？好担心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只是看新闻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傻眼的事情，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，这个点击率应该会非常高吧？在女超网站都说他很帅，在赞扬他，应该会很有趣。希望能爆料更多艺人们的丑闻，演艺圈确实需要这种勇往直前的人。所以大家觉得演艺圈真的需要一个什么都敢讲的这样的一个人吗？下一个消息是，昨天 TWICE 的官方频道上传了台湾前阳 cover JYP 与 RIN 的新歌《나로바꾸자》的预告影片。因为模仿的太像，台词实在太好笑，所以就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。언니요새좋으시겠어요 1cm 더크셨던데。我还是老样子，反而是你最近长高了0.7公分，名声远扬啊。不过要追上姐姐你还差得远呢。我看快了，因为你能做到不择手段嘛，那也都是跟姐你学到的。看着两个小不点穿着西装互相 diss， 而且演得也这么好，真的是又可爱又好笑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，要疯了，真的。小不点们拿着牛奶在做什么？太可爱了，一个巧克力牛奶，一个草莓牛奶， 100% 反映了两个人的取向，把两个人穿得这么帅气，对话内容竟然这么可爱。听到前阳女粉要涨的声音了，女主会不会是子瑜呢？高个子子瑜。所以大家觉得原 MV 中的女主以及鸟叔这个部分将会由谁来出演呢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小学时期一起拍照的 idol 们。我就是不要脸。